现在越来越多的民众在假日走进山林，学校也积极推动山野教育，是非常可喜的事。登山的形态分为很多种类，例如郊山健行、高山健行、纵走、雪地活动、技术攀登、海外远征、高海拔登山等等。不同登山形态的攀登知识、技术和经验都不同，但登山者身处大自然的环境，应该如何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却是同样重要。也因为如此，登山运动安全显得格外重要。今天我们就要请李潜龙老师带领大家来认识基本的登山运动安全知识。李潜龙，台东县崁顶国小老师，登山教育课程规划推动者，无痕山林高阶教师， WFR 野外第一线救护员。你登过山吗？你知道吗？台湾超过3000公尺的高山有258座之多。你是否曾在假日的时候跟家人出去踏青或去步道走走？登上山顶的感觉非常的好，不仅可以开拓我们的视野，也可以让我们的体力变好。但是你知道吗？登山有一些安全的注意事项，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影片。找到受困登山客，救难人员立刻把人吊挂上来。山风不停吹，两个人腾空旋转，救难人员紧紧抱着登山客，终于登上机舱。登山客脸色发白，几乎要晕过去，但直升机还得降落到另一边，还有4个人要救。直升机降落平地，其中一名登山客已经躺在担架上，双手满满的伤痕，将近30道伤口，又红又肿，全是被杂草割伤。原来这5个人透过网络号召一起挑战能高纵走，还没攻顶就遇上台风。山难发生的原因有很多种，可能因为你对山况不了解，可能因为你贪玩停下来拍照脱队了，也有可能你在高山上发生高山症，也有可能因为遇到落石坍方。那虽然这些山难都会发生，但是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减少危险，你就可以更尽情地享受山林的美好。今天我们要带各位去实际爬一座山，透过实际带领的过程当中，我们将教导各位如何做登山前的准备。首先你必须注意3个要素，第一个就是准备体力、装备和知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影片。在进行登山之前，建议您可以从慢跑开始，准备一双弹性与柔软度适中的慢跑鞋，在运动场上以最舒服的大跨步开始练习，每天练习，而且逐渐增加跑步的距离。除了慢跑之外，如果能做一些重量与柔软训练就更完美了。体力训练需要持之以恒，慢慢的你也会发现其中的乐趣哦。接下来是装备，登山的10项必要安全装备包括有哪些呢？一、导航、地图、指北针以及 GPS， 要确定会正确使用这些器材及技术。2. 防晒，太阳眼镜、防晒油、遮阳帽，因为高山的紫外线特别强烈。3. 备用衣物，多准备一套适合材质的备用衣物，以备不时之需。4. 照明，头灯或手电筒。上山前要确认电池的电力是否足够。5. 急救箱，要了解里头的物品以及可用的范围，并携带个人药品。6. 火，生火工具，例如火种、打火机。7. 修补工具，
小刀以及简易修补用品。八、备用粮食，要多准备一天份的粮食。九、水，备用饮水，并知道如何过滤山上的脏水。十、紧急避难，紧急避难帐或是屋室帐外帐，提供紧急时候的庇护所。不要嫌带这些东西很麻烦哦，正所谓有备无患，如果因为你带不起这些东西而在山上遭遇困境，那不是很可惜吗？地图不可少，防晒也重要，衣物要适当，照明引道路，急救物品要齐备，生火工具别忘了，修补工具帮助大，备用粮食增体力，饮水充足延寿命，帐篷保护你平安，十项用品准备好，享受登山少灾难。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知识与技术。很多人喜欢从经验当中来学习知识，这也是可以，但是如果你可以直接从书本当中获得知识，更可以减少意外的发生。例如哪些植物可以食用，哪些有毒性，这些都可以从书里面学习得到。书中也会教你虎头蜂的习性，让你可以避免危险。如果一旦被攻击，应该怎么做？绝对不是逃为上策。如果没有这些知识，只会徒增危险哦。登山的技术有很多，登山者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于行走，所以正确舒适的行走是很重要的。今天特别为各位介绍行走山径的基本技术，登山杖的使用。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重要的登山技巧，今天要带各位去爬大屯山。那这里有个步道图，对不对？我们现在人这里有个现在位置啊，你知道这个环境周围，如果你到大屯山之后，这附近还有一些山头，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先看一下你跟它的相对位置。 好，那请跟我走。我们开始在登山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调整你的步伐，走的脚步呢要注意，就是第一个不要跨太大步，上半身保持垂直，好，然后步伐放小，好，慢慢的往上移动，好，慢慢的往上移动。那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配合我们的休息步，你每往上一阶的时候，记得让你的膝盖好呈现一个很短暂的伸直的状态。当你膝盖呈现伸直状态的时候，你的全身的肌肉就会在那个时候得到一点点时间的放松。如果说你没有把你的膝盖伸直，这个时候你全身的肌肉都是绷紧的，如果你依序这样下去，你的身体会比较容易很快的疲倦。所以登山杖有把手、腕带、杖身跟杖肩。那腕带有两种握法，一种是直接伸下去就握住这个腕带，靠这个腕带撑住。那另外一种握法呢，就是把你的腕带从上面穿下去之后，然后手掌反握，反握下来握住这个登山杖。记住登山杖的受力是这个腕带在支撑。上坡的时候呢，登山杖伸直，推进到这个手伸直的状态。好，这个是当坡度没有那么陡的时候，你可以一次用一支登山杖。但是当坡度非常非常陡的时候，你用两支登山杖一起戳住，然后开始往上走。好，用你的手背的力量，好，把登山杖撑直。手下坡一样，身体不要讲往前倾哦，身体一样尽量是保持跟地面垂直。那你要做的事情就是用你的双脚跟膝盖来控制高度。下坡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登山杖拉长一点，拉长的距离哈，差不多是你上坡的距离的再增加10到15公分的距离，好，就大概这样的高度。那你往下走的时候，你一样记得用你的登山杖，好，先往前戳到。戳到之后呢，用你的腕带撑住，然后让你的脚可以往下。如果坡度很陡的时候，你就先用登山杖戳着，然后让你的上半身往下。当你在上坡的时候，
如果坡度不陡的时候啊，你可以在两个步伐里面完成一个吐气，两个步伐里面完成一个吸气。好，这样就完成一个吸吐，可是你已经走了四步了。当然呼吸的调整就是调整到你有节奏有韵律的呼吸，不要呼快，不要呼慢，保持中性的速度就是最棒。那我们在行走的时候啊，一般来说我们每走一小时会休息个5到10分钟，好，5到10分钟，做一个比较短暂的休息，因为休息太久，你的身体冷掉了之后，身体冷却了之后，你要再出发会更累，所以休息的时间不要太长。那大概走2到3个小时之后，我们会有一个比较长的休息，大概就会是20分钟长的休息。那每次的休息，记得要随时补充你的热量，就是吃东西，还要补充你的水分，喝水，就是这几个东西要特别注意。上坡时补充氧气，配合步伐呼吸要深，下坡时保持热身，速度要有节奏感，要适当休息，每小时小休5到10分钟，每3小时大休20分钟。登山运动是一个与大自然接触非常好的方式，不仅能运动身心，还可以学习与大自然如何相处。现在野外及登山运动正在发展一个与世界同步的无痕山林运动，登山前事先将体力、装备、资讯做好完整的规划准备，在既有的步道及营地行走及露营，谨慎地处理人为所产生的垃圾、厨余及排泄物，到野外不要摘采植物及破坏古迹，尽量的使用炉具减少起萤火，与野生动物保持适当的距离，考虑其他的登山客，避免影响对方。这就是无痕山林运动的宗旨。登山活动也有一些准则要遵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登山活动守则：一，服从领队指导，遵守团体规定。二，确实依照行程计划进行，不随意变更。三，要与同伴同行，严禁脱队独行，擅离路线。四，选择无杂草枯枝的空旷地吹食，睡前或离开时务必确实熄灭，以免发生火灾。五，注意途中各种景观特征，休息时核对地图，了解自己的方位和地点。六，随时注意气候状况，遇有台风或豪雨，应提前下山或寻找避难处所躲避。七，山区水源缺乏，将水壶随时装满水，不要大量的喝，润喉即可。八，行进间留心路面，看风景时需停下脚步，千万不要边走边看。九，登山时如遭遇恶劣气候，发生缺粮或高山病等事件时，应立刻寻求救援。有些人在高海拔2500公尺以上，会因为氧气、气压等原因影响，产生身体来不及适应，这就是所谓的高山症。到底这些症状有哪些呢？要如何察觉及处置？我们一起来听听王世豪医师的说明。急性高山病，它的定义是：当你登高到海拔2500公尺以上，出现头痛，以及头晕、失眠、恶心、呕吐、疲惫、虚弱，四个其中一个症状，那就已经是到达急性高山病的诊断标准了。那急性高山病在台湾登山客到底有多常见呢？以登玉山登山客为例，有 36% 的登玉山登山客会发生急性高山病，换言之，每三个登山客就会有一个会发生急性高山病。急性高山病的病人进一步恶化的话，就有可能产生意识改变或是走路不稳。那一旦你有急性高山病、意识改变以及走路不稳三个其中出现至少两个的话，就已经达到高海拔脑水肿的诊断标准了。那高海拔脑水肿是一个会致命的疾病，它的发生率不高，大概是
0.5%到1%。至于另外一个可能会致命的疾病是高海拔肺水肿，它的诊断标准比较复杂一点，总共有8个症状或病症，分别是休息时呼吸困难、胸闷、咳嗽、咳血、运动表现降低或是疲惫虚弱，这是4个症状。另外4个病症是至少一边肺部有哮鸣音或是啰音、中心型发干。所谓中心型发干，就是在脸部、鼻子、舌头、嘴唇看起来比较皮肤暗沉。那还有心跳加快，还有呼吸过快，这样子一个8个症状，如果出现4个，它就已经是到达高海拔肺水肿。那高海拔肺水肿这个疾病可能会快速致命，发生率大概是0.5%到1%左右。高山病的处置，我们可以简单用高山病的黄金律来跟大家说明。高山病黄金律的第一条就是，高海拔的任何疾病都先假定为高山病。这第一条的重点在于说，因为高山病是可能快速致死，而且是最常发生的，所以我们先假定为高山病就可以了。那高山病黄金律的第二条呢，是不要带着高山病的症状继续上升高度。第三条就是，如果你的症状正在恶化，甚至不能脚跟对脚尖走一直线，也就是刚刚所说的运动失调、走路不稳，当你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你要必须要立刻下降高度。第四条就是，不要让高山病的病患落单，而且陪伴处置者必须要有办法去做紧急处理，或是必须要有办法帮他做治疗。我们可以用以下几种方式来做预防。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先在登高海拔地区之前呢，先在中海拔地方先过夜。那第二个方式是缓慢渐进式的上升高度。那最后一个方法只用药物来做预防。当你如果说万不得已必须要快速上升高度，而且你也没有时间去做高度适应，而甚至你之前就已经有发生过严重的高山病的话，那你就必须要在出发前去跟你的医生做讨论，这时候你可能会需要使用药物来做预防。登山的时候，如果真的遇到一些突发状况，该怎么处置，这是很重要的。登山的时候迷路，一定要遵守迷途处置 STOP 原则。迷路的时候，第一个处理的大原则叫做 STOP 原则，就是当你发现你跟队伍分离了，当你发现你迷路了，第一件事情你就要停下来，停下来，不要再继续走，不要再乱闯，不要再前进了，停下来。STT 第二个 T 是什么 ？T 就是想 ，thinking， 第二个 T 就是想，停下来之后开始思考，想。想什么东西？对，想你接下来该怎么做，还可以想想看，我现在整个身上，我整个周边有什么比较适合的资源？你的背包里面是不是这个时候会有一点东西在？对，可能有一些食物，有一些水，有一些保暖的衣物，甚至有头灯，好等等。你先思考一下，你身上拥有什么样的资源？第三个 O 就是观察 ，observe。观察一下你现在的周边的环境是怎么样，观察你现在迷路周边的环境。最后 P 呢 ？P 就是计划，计划就是 plan 就是看一下现在的时间，看一下现在的环境、气温等等，计划你接下来该怎么做。好，那如果你经历了这个阶段之后，你发现你必须自己一个人在野外度过一个晚上，这时候怎么办？那这个时候那个塑胶袋就是一个保暖很好的器材。如果你有刀子的话，你可以用刀子；如果你没有刀子的话，就用什么？就用手来撕哈。好啊，然后你，请问你这样现在这样是不是不能罩住全身？对不对？怎么办？然后要蹲下来，蹲下来。你现在蹲的位置必须尽量是在这个环境里面，让人家来比较容易找到你的位置。刚刚开始你跟你的伙伴分离的时候，你可能离他的距离还不远。这个时候你发现你喊不到人的时候，你可以赶快怎么样？赶快吹哨子，好，就用吹哨子的方式来让伙伴知道
那你在这边可能会有一点不舒服，可是坐着的姿势是体热散失最少的姿势。爬山啊，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就是在于你不用假日的时候每天很无聊就闷在家里，你可以出来透透气，然后也可以锻炼心肺功能。我学会了地图跟指北针的方法，让我可以更快速了解陌生的环境，看到很多平常看不到的东西，有些长得就很奇特啊。观察度和细心度都变好了，那爬山的整个过程也让我的体力变得比较好，身体更好。我们赖以生存的三大要素包括保暖、水、食物，所以这个原则非常重要。人不能失温超过3小时，不能没有水超过3天，不能没有食物超过3个星期。所以遇到山难事件最重要的就是保暖。遇到山难事件的时候，除了自己存活很重要以外，对外寻求救援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如果你有带手机，可以直播110、119，或透过无线电国际救难频道14500。当然，如果你有携带卫星电话，也可以透过卫星电话直播向外取得救援。